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函数了，它有什么样的渐进线？我们先来考察哈它的牵值渐进线。我们看看哈，当呢这 x 趋近于零的时候，啊 limit 哈 ，x 呢趋近于零，啊不论从左边趋近或从右边趋近，这个 y 啊就是 x 分之一了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无穷大，或正无穷大或负无穷大，所以它有什么呢？所以它有这个水平，牵值渐进线 x 等于零呢。好，再我们看看呢 ，limit x 趋近于零无穷大，啊 x 分之一，这个等于零呢，所以它有什么 ？y 等于零，这一条呢水平渐进线。哦，它有那个牵值渐进线 x 等于零，同时也有水平渐进线 y 等于零。